天会引发烟雾报警，给列车运行造成安全隐患。列车上的各种按钮和电气设备请不要随意触动。上车没有来及购买车票的旅客，请及时声明，我们可为您提供补票。开车后，乘务员将进行实名制车票查验工作，请刚上车的旅客提前准备好车票和有效证件。感谢您的配合。列车前方到站是新郑机场站。
最好。